就凭你看球的这个能力，想赚钱非常容易啊！坐庄赔了多少啊？就是100万。100万，他肯定是来砍你们手指的。还是手指？和手指。我觉得我当不了你的好老婆，所以我就来找点更适合我的工作来做。只有一个人能够继续留在这里工作，那个人呢，就是我们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太太要自强》。